食住狂扫东方嘅士气，杰志喺中银集团人寿香港超级联赛面对太阳飞马呢度超级障碍，希望赢波稳住榜首位置。宝莲奴喺禁区俾法图斯侵犯，16分钟杰志搏到12码，俾机会助迪做举止手射入，先开纪录。成功争取12码机会的宝莲奴进入下半场又做功臣，派张好牌俾林柱基顶入，更衣室发出嚟只是11分钟，杰志将比分拉开。开心了4分钟，杰志又要面对隐忧，和尼亚造就拉斯石呢位涉石人炮弹一样的头槌，太阳飞马追成格接近的纪录。剩下落来的时间，太阳飞马希望尽全力收复失地，不过遇着踢到出神入化的王振鹏，始终都是搞不掂，只有接受落败的结局。杰志保住2-1的胜局，亦都继续稳住榜首地位。